师兄，方才师父甲淮海师兄所讲的话，阮实在拢听无咧。哦，是倒一句？每一句拢嘛听无。嗯。自从看到鸭飞过，淮海就去师父念片啊。我问伊是安怎，伊嘛唔讲。刷落来，拄只师父才准备要升堂说法而已。淮海师兄都将师父的坐具拢收起来，师父阁讲今仔日说法已毕，两个人讲话前句不对后句，到底是讲啥物啊？哦，哈哈哈！啊，普愿师兄，不如就由你向两位的师兄来解说此事啊。师兄，普愿一向含慢讲话。也是请师兄你解说吧。也是请师兄解说吧。哦，是啊是啊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要无就由地总来解说看卖，也咱大家来参照印证。多谢师兄。嗯，其实啊。对啊，淮海师兄一当下就醒悟了，也不分性别来去记情动，祝福啊清净，缘起成空。哪呢？淮海师兄，念咪笑，搁念咪哭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哦，这就是呀，以淮海师兄领悟的过程啊。都是我太过执着，都懵了。那呢，淮海师兄，为什么要将树花坐具拢收起来？实在是真大胆。身为徒弟，平常当然袂用得安尼做。淮海师兄是因为有所领悟，所以才用这种的方式对师父表示呀。淮海师兄讲，你一清明咋哩祭祀啊？哦，原来如此，阮也明白了，多谢两位师兄。所以呀，师父才对大家讲，今日岁法已毕呀。哈哈哈！也咱修行人的心境，就爱如同鸟飞蝶凤。鱼跃水面，空中无疾，水面无痕，不
为消失的事物而烦恼，这心境安然自在。已经死了，叛军不见礼拜呀！佛道庇佑，皇上皇后在天，佛道庇佑国家，众卿也应该虔诚信佛，恭敬佛事，度化众民，奉献金银才对啊！神祇调运，愿观现中安府邸建造重建时，以纪念将军太后。嗯，真好。王太后，美神在。你呢？美神，愿将自己的官体改建为保应寺，请皇上圣裁。嗯。这是好事，朕当然批准啊！臣万载，客造皇上，皇上啊，恭敬服侍，应该设立感受功德赛，专门协助感动服侍的兴建，再设立对功德赛，代表宫廷管理和家千年好奇文化。嗯。真好，真好，将军的意见拢真好。只要是对佛家有利的事情，朕拢会批准，传旨下去。神在，朝廷敬拜不多，你可有良策？这启禀父王，微臣认为，忠信父教当然是好事，
但是无一定爱用大规模的做法啦。哦，你有何看法？微臣听闻，江南有一挂相中明经，得劳妄想，温居山林，勤俭朴实，为防江经税法，赶快去应民众虔诚听经啊！如果朝廷下旨，请因进京，那呢就会当。定煞的不敌，只是这的江南之人总心过气哦，唔肯奉诏进京，一定看该是沽名钓誉之徒。父王不用再说。是。皇上，微臣有事启奏，请家招待。皇上啊。朝廷用兵荒兵乱，游行土木是不堪，百姓落叶唉声叹，移民休息才是万全。哼，行去风尘都为庙山，英丽免税暗中间，功烈幸福费苦款，国土归顺民和安。大胆，难道恁幸福是唔对吗？皇上，信用佛教是为着利益众生，但是朝廷是功烈幸福，却是百姓带来痛苦啊！胡闹，来人闹在。将高廷打击边关，冲锋边关。皇上，新八的冲锋不就是？但是，皇上，你就要站住啊！皇上，就是听将，皇上，定天心信服，再有恶言乱语者，高廷就是下场。有准备。新的故事呢？哎呀，故事，无好代志，啥物拢唔是啦，愈看愈烦啦，规日卖看。哦。加减啊看。嗯。哼，讲唔看，结果赶快嘛是走去看。嗯。当今天下太平。为公因佛事，朝廷设立监修功德赛，协助各地佛事做总结。各地佛事可用地方政府申报善修，故意清管。申报清管，哼！哎，朝廷搁要重修佛事啊啦！我顶一回才管一遍尔，这回要搁要管。又是修复师，又要做工，又要捐钱，咱老百姓就要忝死啊！唉。
听，这都是老百姓的心声。万岁啊！你要伫皇宫内底金衣玉食，看出来外口听百姓的心声。老爷，莫想这么多啦，无哦，咱两个人来去江南行行的，听说那边是足安定的哦，风景嘛真水，而且吼嘛真好游玩哦。江南，江南。我较想到吼，迄个蒲茶师、淮海师，讲要到这个江公山拜见道义大师啊，不知近况如何啊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小真轻快，这礼全是出家，方才可是提起道义大师，你是要前往参访吗？就要亲戚迄出家人哦，时光退去了后，伊哦就四处游历。今嘛吼，我们去江南拜见迄道义大师。喂，大这个兄弟啊，我未开嘴，替我做决定啊，是你老爷，我老爷。你是老爷。哎，禀报师父，啊，小人正打算前往江南吧。太好了。道义大师已经接任为红酒开元寺的主持，施主若是要前往参访，是不是会用一路前往呢？哎呦，这哦！啊，请问师父，我江南敢是要向伊道义大师求愿啊？会呀，我是奉感受功德赛之命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师父啊，啊，小人家中烦忧事情未尽圆满，可能家中无遐尼早出乱。师父啊，命令在身，你这大代志啊，不能耽误，不离，你先行一步好。真多谢，日后若是有缘，再来红酒开元寺相会。师请，过时。喂，青头娃唔知头前后边，你看伊啊，敢那只奇妙啊，敢那只新报啊，千款啊，不知百姓如何，我才无甲伊斗阵做伙去咧。哦，明白。老爷，你无甲伊斗阵做伙去，所以老爷你同款嘛是要去。喂，你大这个兄弟啊，我未开嘴，你来替我做决定啊！是你头家，我头家。你是头家。请问，可是淮海法师？小静正是呀。平静行环，自泸州礼泉寺里来。礼泉寺。行环法师，但好亲像有见过面啊。是吗？我好亲像无印象咧。切。
想起来了，当年咱在宜春城相遇，你讲要去泸州的礼泉寺，我要去鹿港的普泽寺，你可有记得吗？啊，我想起来啊，确实有这件代志。玄环法师，不知因何来此呢？哈、啊，北方战乱，真济大佛寺遭受兵灾损害，经书也毁坏了不少。不过乱世平定之后，因为朝廷的支持，各地佛寺又搁重新修建，恢复当年的欢盛了。为了协助各地佛寺的修建，设立感受功德赛，有专班的艺盲，我就是奉功德赛之名来宣达此事啊！原来如此啊！兴环也有一事，想要请问淮海法师。法师，请说。我修行多年，总是袂当参悟。听说妈祖道因法师的想法强调顿悟，所以我才不惜千里而来，希望会当顿悟啊！这世间真济人拢误解顿悟的真正含义咯。淮海法师，你是在想什么啊？啊，无什么啦。玄环法师，既然你是奉命而来，淮海就替你去禀明师父，引荐就是啊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终于会当登明清示道义法师，顿悟，顿悟啊！拜见师父。你是兴欢，请问师父，我应该安那修才能契合大道呢？如何契合大道？是啊，我应该安那修才能契合大道？我早都不合道了。哈？老僧早都已经不合道了。师父，兴欢出家多年，总是不能实践本心，所以再来请问师父，请师父开示。
如何是淡无做事，谁来容易呢？改道，主，改道，主，我是来问道的，你为什么要怕我呢？我知影啦，听讲南方的禅宗强调顿悟，原来拢是故弄玄虚，真无意思。哼，